弟兄姊妹平安。那今天很高兴，因为今天是个大的日子。我相信在天上的盛宴更大。圣经上说，这个如果有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上帮他办一个很大的 party， 是很喜的。今天我们有九位弟兄姊妹，他们决志归向耶稣基督，还有一对父母亲和现任。我们其实这届的受洗有十位，有一位年长者已经在之前，我为他受洗过。每一次我们受洗，我就觉得哇，这真的是超开心的，因为神国啊，看见神国的降临，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开始有主居住在他里面，成为他的力量，成为随时的帮助。我相信今天神的灵也要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充满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能够活出基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荣耀彰显在这里。主，谢谢你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，吸引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来亲近你。主，你的圣灵也赐给我们，与我们同住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被你充满，有主你的喜乐，有主你的平安，让我们活在主你的里头，我们真是能够见证你的荣耀啊！你将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受造是一个灵宫，就是一个上帝要居住的宫殿，所以有些人没有信主，他内心就会空虚，他不知道要做什么，而且他常常觉得孤单无助。但是信主的人开始，他的心打开，接受耶稣基督，内住他在他里面，成为他随时的帮助，就不再孤单，就不再害怕。这个前几天啊，我看到一个笑话，说北部的，因为在美国北部这个的一个生意人，然后到南部开会，然后开会完以后回到饭店里面，就写 email 给他的太太说，我在这里哦。都我们看一切啊，我下到这里来，一切都很好。然后我已经预备的地方等你来，你赶快来，我已经等不及。结果这个 mail 发出去呢，那个有一个字母打错了，就刚好传送到一位刚刚丧失配偶的这是一个太太的 mail。然后他一看，一打开说，我下到这里来，一切都安好。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，你赶快来吧，越来越想你了。于是他太太就晕倒了。有时候我们对于生命的事不明白，这件事情呢，在我们当中又发生了。我们有位社亲的这些，他的阿公过世，然后他阿公跟阿妈非常恩爱，然后他就跟他的阿妈说：“我去那里，很快就会再来见你的。”还这位阿妈。这个晚上都不敢自己一个人睡觉，怕阿公很快就来接他。知道的不要说是谁啊。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活在一种矛盾里面，又爱又怕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上帝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，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。可是里面有上帝的人啊，不管在任何情况都有平安。所以我很盼望我今天要借着这新人士新境界，就是已经受洗已经归入主的人，你要开始活出基督。在我们今天所背诵经文的背景是，约翰看见有很多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这两种人是宗教家，是这种在社会地位蛮不错的，他们也来受洗，他们可能是也蛮懂的圣经，然后施洗约翰就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哇！竟然骂他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”可见这些来受洗的人，他们只为了一个目的，赶快逃避将来的愤怒，就是我这个可以受洗就可以上天堂。他只有大概是为了宗教上面的一个要求而守着这些，是因为宗教的缘故，所以他们活在教条教义里面。可是施洗约翰转换他的想法说，你们不是这样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。如果你们只是为了一个逃避将来的愤怒，那是一个投机者、主义者，
并不是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出基督，要我们能够，既然你称为基督徒，就是效法基督。阿妹吗？如果你不知道基督是谁，那你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呢？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门徒，所以这里讲到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你就要活出基督，要与悔改的心相称，要改变自己，以前我想怎样就怎样，现在是耶稣讲怎样我就怎样。真的在一个黑夜黑风飘的夜里，那个马路上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子穿着白色衣服，然后在那边拦计程车，夜很深呢，还在那拦计程车，计程车司机又停了，然后这位小姐就上来，然后她一上车就开始嗑瓜子，咳咳咳咳，司机说会不会给我弄得车上都是人？这位小姐到底怎么了？然后这位小姐就咳咳咳也不讲话，司机就说：哎，小姐，你很喜欢嗑瓜子吗？哦，对，我生前就很喜欢嗑瓜子了。司机很特别懂，司机也蛮害怕的，就夜黑风高，生前就很喜欢嗑瓜子，然后他就很害怕，不敢讲话。可是这小姐就补了一句：“我生完以后更爱吃瓜子。”原来他刚刚生完小孩。这个生前和生后呢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洗礼就是重生，得到新的生命，所以洗礼呢，它是一个出生的婴孩，他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。希望你信主前的一切很好的事都能够保持，而且更多。希望你以前一些不好的行为你要改变，因为这也是一个葬礼，你已经埋葬了。你身后信主以后，你要更活出基督。那已经受洗的人呢？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？有三个重要的步骤，就是你要追求认识主的全备的知识，就要 to know、to be 和 to do。今天我借着这三段，我要来讲解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。首先就是要有知识，要全备。今天所读的经文说，这位叫做亚波罗的，他生在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是一个大城，不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，而是在外邦的地方的一个大城。它里面有许多的大学，其中还有神学院，最大的神学院。它里面有最大的图书馆，那里那个住在那个城的人就都很自傲，觉得我们是住在知识城里面。他们是很以知识为他们的骄傲。在那里出生的这位亚波罗呢，他被称为是有学问的，表示他是被肯定的，而且他最能讲解圣经，表示他对旧约圣经也非常的清楚明白，所以是一个讲师。这就像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里面有很多这样的，在耶稣的时代里头有很多的文士，就是抄写圣经的，还有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些祭司，他们对宗教的事都非常的明白。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信主也是因为宗教要怎么样要怎么样，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宗教可以带我们将来我们可以上天堂，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，不晓得现在就可以是天堂。这位亚波罗他很有学问，很有口才，而且又在亚历山大这个城市，这城市里面住着大概100万的犹太人。这100万的犹太人呢，他们都是守着旧约的形式，可是他们对于耶稣他们不认识。所以在那个地方，他们翻译圣经很出名哦，他们翻译了74亿本，就是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，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，是在那里完成的这部著作。以后我们看的旧约圣经就是从这74亿本再翻译过来。所以这位亚波罗呢，他在会堂里面讲道的时候，百居拉和亚居拉他们因为认识耶稣，就把他接来，再把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清楚。也就是说，他把原来知识，他有属天的知识，有这种
一般启示的知识，还有圣经的知识，然后再把它活化出来，再把实际这种知识，就是你读的圣经，再把它应验出来，活出来。所以给他讲解的更详细，诗篇十九篇其实就有谈到这样，它里面有分成三种启示，一种叫做一般启示，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月到那月传出知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好好的去揣摩，我们就可以明白，这叫一般启示。圣经说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在洋海里面。水在洋海里面到处都是啊。圣经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去想，很多人都能够悟出来说，这世界真的是奇妙，真神啊！我们会悟出神的永能和神性。我们说看到一个很美的地方，说哇，这真的是鬼斧神工，有没有？如果你去旅行，然后看到一些很漂亮的风景，说哇，这是鬼斧神工，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天造地设，因为有很多和赞叹神的永能和神性。你如果更细细的去揣摩，圣经说你就可以明白，叫人可以晓得，这天地万物是被造的，不是自然爆炸大爆炸形成的，使人无可推诿，没有办法去逃避。可是呢，接着说，虽然知道神，他们虽然知道，可是不当作神荣耀他，就怎样把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成偶像，变成哦，人神造人，造天地万物完以后造人了，可是呢，人没有好好在其中，因为这神所造的一切来欢喜快乐，反而去造神，人想要去造神。其实是神造人才对，可是人去造神就变成偶像，然后来拜拜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其实所有的宗教他们都悟出了一些天地间的道理，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称真的为一般启示，这没什么了不起，只是一般一般的启示。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安静去观察万物，然后去体会上帝，可是呢，上帝他也差派他的仆人先知写下了圣经神的话语来启示我们，这叫直接启示，或者叫做特殊启示。在诗篇的一到六节讲到一般启示，然后从第七节，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，从第七节开始，他开始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你只要你再怎么笨，你去读，你就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点点点，一直到第十节，你回去再自己看哈。第十九章真的很棒。前面一段讲到，你可以在大自然当中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然后呢，从第七节开始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很全备。这本圣经是人类的说明书，说明了你与神的关系，你可以好好的去看，你就可以明白。可是很多人不看圣经，我们现在手机也可以下载很多种版本的圣经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人不看。上帝曾经很叹息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。上帝的百姓已经是上帝的百姓，可是呢，无知识。明明你圣经就有写，你可以不要那么笨的。这里有一个乡下的人，他这个去到城市，然后就看，哦，这楼怎么那么高，一直在那边数。然后旁边有一个骗子就过来说，你数了几层楼？然后我数怎么样了？然后数成这个楼是我的，你数了几层，要付我多少钱？然后我数了十楼，好好，给我1000块。然后他给了以后，那个人就得到这1000块就走了。他说：“啊，还好，我刚才明明数到50，我才跟他说死，他还以为他赚到了40楼。人真的是很笨，真的有时候啊，基督徒也像这样，你被世界欺骗，世界的网啊要欺骗你说，哎呀，你不高了。你听到美好的见证，你说啊，那不会是我，
你听到有人因为经历上帝，他的生命改变，你说啊，我上帝比较爱他。很多时候，魔鬼就是这样，他会欺骗我们，然后夺取我们从神那里应得的产业、应得的福分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不要无知识而灭亡。圣经说，不是上帝不爱你，是因为你弃掉知识，神也必弃掉你。是你自己弃掉的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这个很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那样，有时候迷糊啊，我们就因为这样的迷糊而丧失了很多的福利。有一次啊，这个我去这个餐厅吃饭，那明明就是我有这个券才去的，因为是免费，可是呢，迷糊的百姓啊，这个去吃完以后找不到那个券，只好又掏钱，就越想越呕，又那么贵。我明明是因为有这个券我才去，可是吃完又找不到券，超级呕的，很迷糊啊！这些迷糊的百姓啊，有时候我上帝也这样觉得，我们怎么那么迷糊啊？明明圣经就在你的口袋，明明圣经就在你的旁边。你的问题，你打开圣经就可以解决，你为什么不打开圣经？你的后书三章十八节说，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已经有读圣经的，我希望你要每天读圣经，知道吗？基督徒六要不是律法主义，而是希望帮助你能够吃饱一点，能够有力量。读圣经会让你有力量，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跟着我说一次，神的能力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愿我们能够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告诉你旁边人说，多读一点圣经啊，对你有帮助。世界的这些有的没有的，知识全备是指着一般启示加上特殊启示，就是从大自然当中体会和从圣经当中体会。然后这诗篇第十九篇啊还没有完，第十一节开始，它变成你从旷野里的仆人，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命有大赏。守着这些，你只要神怎么说你怎么做，守着这些，大大的赏赐就要来的。所以他从前面第一段，真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你没办法体会。然后神差派那仆人告诉你说，这是直接启示，好吧？你既然没有悟性没那么高，你就读圣经吧。你又说哇五万级，哇怎么办？神就告诉你说你可以祷告。神就说你祷告吧，所以这个人就祷告，诗人就说：“哎，你的仆人受警戒。”我们当中很多人信主是因为心里感动，为什么会感动？因为圣灵。如果没有圣灵，你也不会称耶稣是主，知道吗？圣经讲，你可能没读过这个经文，你读你就知道哦，原来我有圣灵。我不知道圣灵是什么啊？你虽然不知道，但是圣灵已经在你里面，因为你被造是一个灵工，所以你即使是没有悟性。都唔埋机，可是圣灵还是神，还是一直想办法。在旧约的那位上帝造的天地要启示你，你说我不能处理，我生活都来不及。可是上帝又预备了圣经，耶稣基督成为人的当来到我们中间，耶稣就是耶和华的拯救，他成为那位救主，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帮助你。然后告诉你很多的话语，你又不看。可是他这时候这个时代是圣灵的时代，很多人是被感动，虽然还不懂什么，可是神主动找你向你招手哦。至于是这样吗？主动找你向你招手，说你来，赶快来。神向我们每个人招手，他希望你不要受苦，他很不愿意他的儿女受苦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相信。守着这些便有大赏，接下来你自己看，那个是一个伴侣，你不是孤单的，神随时陪伴我们。好，第二段我要讲到 to be，
前面那段是你要继续长进 ，Bruno。这段我把它命名为灵命的长成。你知识是一回事，就像亚波罗有这样的知识，然后他开始要活用这个知识。亚波罗他想要往亚盖亚去，弟兄们就勉励他，并写信给门徒接待他。他到了那里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。这位亚波罗呢，他被接待。基督徒有一个重要的职责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你受洗以后，所有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成为你们的弟兄姊妹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现在是一个大家庭里面的，你现在的靠山是上帝，哇，很大哦。可能很多人不晓得，即使你任何事情，你不要自己承担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团契生活，找到属灵伙伴一起祷告。我们教会又推三乘三，三个人一起祷告，守望三个人。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伙伴，这是活在神的吩咐里面。弟兄们勉励他，并且写信请人接待他，而且他一到了那里，反而去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，就彼此相爱，互相帮助，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。灵命的长成，也就是让基督成形在你的里面。让耶稣基督，你可能原来只是背了使徒信经，说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。他从童女怀孕，然后从玛利亚所生，然后他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，第三天复活。可能你只是知道这些，只是知道，但是你要开始让他转化，在你内心里面转化，然后越来越认识耶稣，你基督就在你里面成型。就像怀孕那个 baby， 原来只是一个受精卵，可是细胞分裂，分裂一个变两个，两个变四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开始有它的形状出来。信主的属灵生命也像这样，让基督在你里面成型，以至于你可以在众人面前像基督那样的讲话，那么有能力可以驳倒犹太人，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很多人不会证明，是因为他不明白。我现在要讲一下，如果我像今天可能当中有些是还不是认识耶稣，但是你已经认识耶稣了，希望你懂的。有外证，就是不是圣经里面的，是外面你就可以明白的，就是一般启示。在历史当中，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记载在哪里？不是圣经，是在外证，也就是现在是几年？2013年，对不对？你说民国，没有人在国外，你说我是民国几年生的，没有人晓得。我之前在出国的时候，父母年纪都大，我是民国几年？他都完全听不懂。我说，我是19几年，哦，他就懂了。因为这个年是全世界的年，你知道吗？谁的年就是谁的天下吗？乾隆年间是谁在做王？嘉庆年间是谁在做王？嘉庆，对不对？道光年间是谁在做王？道光。耶稣的年是谁做王？耶稣，哈利路亚。现在是耶稣掌权的时代，而且是 ever forever， 是从亘古到永远，是超越整个人类的历史 ，BC 到 AD 都是耶稣做王，所以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基督。神明明当中就保守这件事情。全世界都用这个成为历史的记载，所以表示现在是他的天下，你成为他的子民，何其荣耀啊，对不对？你在全世界都是这样。七日的头一日，原来礼拜天是一二三四五六日，可是从耶稣复活，他变成日一二三四五六。还有福音的影响，这个福音传到哪里，哪里就复兴了，那个国家就强盛。之前我看哇，现在韩国，我觉得哦，韩国蛮复兴的，因为。我第一次到韩国的时候，我发现飞机要下来的时候，看见哇，好多红色的点，那是什么？注意看，竟然都是十字架。下飞机以后，我看哇，他们的教会啊，教堂啊，比 7-Eleven 还要多。
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哇，这个国家的复兴是因为他们归向耶稣。之前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去到罗马，罗马强盛，然后传到这个欧洲，这些法国、英国、葡萄牙、德国，然后传到美国，然后现在又传回来，现在又传到哪里？传到中国。你会看见这个福音传到哪里，哪里就复兴。我很希望你晓得，如果你希望我们的台湾、我们的国家复兴，你要好好传福音。所以基督徒，你带着这种使命、王的圣召，你可以去传福音，神必定要成全许多的事。很多的君王和首领都是认识耶稣，很多的科学家他们见证耶稣，据说那些顶尖的科学家，像这些牛顿、伽利略等等这些，他们都是见证耶稣是基督。全世界这些智慧那么高的人，几乎80%到90%都是信耶稣是基督。还有耶稣的空的坟墓啦、啊，殉道者的血啦、啊，还有你个人祷告的应验等等，这些都是一般启示里面的见证。而且圣经里面有直接启示说，你们要查好圣经，应当查好圣经，这是耶稣自己说的、哦。因为你读圣经就可以为主做见证，就可以活出基督。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从犹太支派，从大卫的后裔出生，在伯利恒，然后从埃及被召出来，称为拿撒勒人。哎，怎么能够这样？可是都应验了。旧约一开始马太福音一看就说这是应验圣经说，所以圣经是要被应验出来的。新约里面的耶稣见证了旧约里面的这些预言，而现在呢，现在的耶稣在哪里？虽然已经升天，可是现在的耶稣就是我们每一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活着就是基督，所以你要多读圣经，而且要活出来，跟隔壁人恭维一下，小基督你好，我今天遇到基督了。你可以这样吗？我希望你遇到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像遇到基督，我希望你代表的身份就是基督，你知道你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圣经上说要注意你中什么，你如果都一直在学习耶稣是谁，你就可以中的是这个，就收的是那个。可是呢，你如果中的是按着情欲撒种，就从情欲受败坏；你如果按着圣灵撒种，就从圣灵收永生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举例子。就是很多人应该都知道，不会进福啊，谁才一个，对不对？你中的是什么？你交换的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什么进去，你听什么进去。你每天都在看的是连续剧，你就把自己投影在连续剧的剧情里面。你每天读圣经，你每天看一些伟人的传记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些人怎么样经历主，这个就是栽种。然后你慢慢你的生命就会变那样。如果你一直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不好了，哎，我心态坏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是很软弱的，我是很贫穷的，你这么栽种的话，小心哦，就会变这样。所以不要那种没事生病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勇敢的宣告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有福分的，我是有荣耀的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阿妹吗？希望你常常这样子的宣告。当你不要以为说啊，好像是我催眠，其实不是，因为所看见的是从所不见的出来。上周我们有谈论到六口石缸，倒进去还要倒出来。倒进去的是，我现在要讲的是见证基督。如何见证？就是遵从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遵从神口中的话语，神怎么说，我怎么做。神怎么说，你要听，先听神怎么说，然后你怎么做。当你这样子训练自己 to be 已经成为以后，你要 to do 开始去做，实际上去活出来。圣经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的，这越来越有科学根据哦。然后所看见的是从所不看见的出来，不是从显然之物出来，是从神的话语出来。这个在很多的科学家里面，他们都认定是这样，他们相信是这样，
只是你还不晓得，怎么可能看得见会从看不见出来？你如果用显微镜细细的看，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分子，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电子，对不对？那电子又没有充电，它到底为什么会动来动去？然后又把这些更小的分子击碎了以后，发现里面还是有会动的夸克，还是有这些，为什么它会动？它到底是用什么动能？我们就小小的能力都服务神，神的话语的能力。所以当你把神的话语读进去，然后又借着你祷告出来、宣告出来，你就能够被改变。你的话语就带着能力，所以先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你，然后再用那个字是打错的，再用神的话语改变世界。好，跟着我说一次来，先让神的话语改变你，再用神的话改变世界，这就是活出基督。你如果听神的话语，神怎么说？说哎呀，怎么可能？我不要。神说饶恕，你说不要。神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，你说不要。那你说的结局就是仇恨，然后杀了你自己，甚至想杀了别人。可是你如果按着神，神就为你伸冤了。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圣经说：“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神若要你要常常喜乐，我喜乐不出来。神叫你要不住的祷告，我没有办法开口。那你凡事谢恩，我这样我怎么能够谢得出来？真是，那你就只好吃泻药，对不对？凡是圣经要我们做的事，你按着去做，你勉强你自己，这个是 to be 的过程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用神的话语去改变世界，可以活出基督来。保罗他说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”好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这个来宣告，好不好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如果那个老我不死啊，你就没有办法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益处，只会收到那个不好。可是你如果饶我死的好，以前我的价值观、我的经验法则告诉我这样，可是现在我信耶稣了，我开始要选择这样。你开始坚持，可能会遇到逼迫，可能会遇到暂时的一种不可能。可是呢，经过了这个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不一样哦。这那伊比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炉里去，可是他们还是顺从。遇到这样的逼迫，他们说：“如果被丢，我也被丢。”但真的被捆绑，真的被丢，丢他的这些人都烧死了。因为王的命令很紧急，可是他们丢进去以后，却有主与他们同在，连他们的头发都没有烧焦味，衣服都没有那种烟熏味。王把他们救出来，从此他们被提升了。基督徒是先愿意经过死，经过这些苦难，然后他可以见证基督。如果金子没有经过烈火的窑，他没有办法成为金晶，你知道吗？他不会那么精纯，不会成为99.99。主为我死，我为主活。我们今天又是这样一个洗礼，是一个复活，一个新的生命的复活的生命，是一种属天的生命。拉撒路他曾经死，但是他听到耶稣说拉撒路出来，他一听到神的声音他就出来。这次在受洗有一些人的问题是祭祖怎么办，我以后祭祖怎么办？你可以告诉你的家人，你已经学会了更高的法门，可以知道怎么样帮助你的祖先，因为你的祖先在神那里，不是在他，因为他的未知，因为他的无知，而你们都要继续无知，不是。圣经说，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。神的国上面、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下的，都在神的管理里面，不是吗？有哪里是神看不见的呢？可以躲藏的呢？诗人说：“我就是往海极居住，你在那，我都下到阴间，你也在那里啊。”所以我们如果担心我们的这种祖先，那你是担想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救赎如果神没有办法赦免，神不是那种亘古以前的神，
不是超越时间的，他怎么有办法赦免你那时候犯的罪呢？所以你今天接受的信仰是包括你前面的，还有包括你后面的，就是你的子子孙孙，包括你的家族都要蒙福的。你今天得到的应许是一人信主，你们全家有那种得救的应许。我不是说他们不要信哦，而是这种权柄已经交在你们手中，请你们要为家人守望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这样，对不对？Vanessa 也是这样哦，Vanessa信主以后，嘉森就信主，男朋友信主，好，弟弟就信主，我先坐在后面。弟弟信主以后，旁边那位朋友信主，然后开始那个妈妈也洗礼了，对不对？连家里面的小狗都经历神迹了。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生命的活出来，是每个基督徒都要有这样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这样，我很希望我们晓得，像那个佩祖信主以后，对不对？佩祖传道信主以后，然后呢，小四哥就信主，他的小孩信主，然后他的同事信主，然后呢，妹妹信主，然后妹婿信主啊，这个祷告了很久，今天也在我们受洗的行列里面，感谢上帝啊！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。若你是第一代基督徒，你就有这样的权柄，你有这样的职责，你必须这么做，好吗？带你身边的人怎么样做见证呢？你就让他们看到你的不一样就好。很多人是因为他生命的改变啊，这个彦祖也是哈，听说他以前蛮猛的，好，不要讲，好，然后妹妹信主，然后小妹信主，今天也要洗礼的哈，然后妈妈很猛，就来帮我们主爱宴，妈妈开始观望，从观望里面变成投入。我很感谢上帝，这是一种真实生命的活化，就是你活出基督，你就成为小基督，让所有这些你的家人可以因你而变得不一样。好，我们要来守圣餐，这个但是守圣餐之前，我们要先洗礼哈。有这些守圣餐的意思，我先讲一下，就是主他为了我们而打破他的身体，流血宝血，然后救赎了我们的罪。所以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。他开始告诉我们说要如此行，如此行不是说学着吃饼喝葡萄酒，不是只有吃喝，是要如此效法基督，要活出基督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圣餐是为了已经受洗接受耶稣基督受洗的预备，但是呢，我们并没有那么以宗教化或仪式化。如果神感动你，神的灵在你里面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可是你来不及这次的洗礼，或是你正准备着，你还在酝酿着，但是你已经信靠耶稣基督，你愿意效法基督，都可以领受圣餐。可是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受洗就可以领受，不是哦。如果你不愿意效法基督，你也不可以领受圣餐，因为你们随意吃喝就吃喝了自己的罪。所以我希望你晓得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主的生命赐给我们，然后你可以活出基督。可是如果你领受这圣餐，就代表这样的生命进来，你可以活出来。可是你如果不愿意，那你就请你先不要领受。那我们受洗呢，就代表你愿意，你让主在你的生命中做主，你已经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举行洗礼，请要受洗的人到我们前面来。我是动物们的妈妈。信仰告白，洗礼也是一种信仰告白，就是要告白在众人面前承认主。告白是吗？没有，现在小朋友先来，你等一下，先坐旁边，很兴奋啊！
好，我们先转过去，转过去要新娘告白，我们要看着他们告白。你可以说我是谁，我比如说我张哲宇，信靠独一真神，好吧？就是按照这样子来宣告你们的信仰。好，请。啊，等一下，真的是蛮小声的，看不清楚是吧？啊，这字太小，字太小了就转过来这边了。好，我们大声的开始，请我。
王孟君姊妹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阿们。杨雅萍姊妹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阿们。林静伦姐妹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阿们。王秀文姊妹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阿们。赖慈姊妹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阿们。何静雅姊妹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阿们。杨云姊妹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阿们。好，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拍手。好，感谢。我现在以神所赐给我牧师的权柄，以及基督救恩之光教会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职责，我接纳你们成为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成为基督救恩之光教会的一员，和众圣徒和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姊妹都彼此连结，成为一个肢体，一个身体，一同在神的恩典里面来成长。那我们也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主啊，让这些人受洗归入你的名。你知道他们是你付上极重的代价，就是你为他们舍命而救赎了他们。他们也经过很多的辛苦，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挫折，他们如今信靠你。主啊，如今你坚固这样的信心，主啊，让这样的信在他们里面，也许只是像一个种子栽种，但是带着主你属天的生命，要长成大树。主啊，让他们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，帮助他们和众肢体一同连结，让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肢体，让我们一同在主你的爱中渐渐的成长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你这样祷告，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转过来，我们要来举行接纳的仪式，然后要教会有赠送受洗证书来排一排。好，那我们请永祥也来赠送圣经，那我来先听。好，我们赠送恭喜这个受洗证书。我们我可以用稍微的拥抱接纳，成为接纳你们，可以吗？
新的生命，新的力量，希望你能够效法基督。当我们散会的时候，就是被差派出去，在你的生活的周遭能够见证主基督。请我们起立，我们要来唱颂咏诗歌。Thank you.